Dusche. Komm. Du bist sehr schön.有些事儿在心里憋了很久，一直没机会问你。如果他是个正常的，你说我们那次在山上还会发生吗？那我和他就跟别的普通夫妻一样在一起，过完这一辈子。你的要求很简单，不过世上总是会有很多不尽人意的事情。我知道，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。会有你想要的幸福和我。你心里不踏实，你害怕，你总是会想到事情，没有很多的事情。
安队。啊，回来了。坐下说吧。怎么样？跟王杰联系上了，还挺巧的，就在国内，深圳。他在国内能待多久啊？嗯，待不了多久。一听到方凯的名字，他态度明显的冷淡了，话都不肯多讲。这就说明方凯有问题。我也这么想。哎，万一他要不见咱怎么办？你跟他说方凯死了吗？我没敢提，不知道深浅，万一他要……请有点手帮忙，就跟他说方凯死了，是被杀害的。好的，那我先去了。好。好。你以前从不喝咖啡。